我就差点啊，无画面去，就是迄种目睭乌乌看袂着，啊耳啊塌的，袂听着迄种。你是要画面迄摆就较严重，我感觉我要画面，我就紧紧倒落来。啊，暗暝搁一摆坐的时阵，感觉有淡仔要画面咯，毋过一呾久马上就好了。啊，我一直想要洗身，毋过我阁毋敢洗，无洗头洗身规日，我感觉规个人计神神个，计要臭咯。啊，今日第七天，我无遐人念咯，我就想说我应该拄好了吧，我就洗身超济过，我阁歹势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用咯。无呾，我真个用咯，无想到开放无到一个月，我就马上用咯。嘿嘿，这是我现在的体温37.4，刚刚用电子的量是37.5。这是我37.5的脸，有一点点微红。这样看不是很明显，就是这样看应该会比较明显一点。这个大蒜水叫我喝，还要吃下去，我真的很讨厌大蒜。爬到38度了。奇怪的代志是我顶摆用南京倒来起雨，无出门了，我都要一个月无倒去老家看阮阿公阿嬷。因为我毋敢去，用南京倒来迄个暗暝哦，我毋知怎个就头痛、牙痛，我就想说，我看死咯，我是毋是要用咯，我就毋敢倒去。了后就是这疫情感染的速度交范围哦，比我想象的较紧，野侪野侪。我身边的人哦，我的朋友、同学、厝边头尾，几乎我3、8个，大家皆阳了，大家皆。啊，我若咧厝内，也少出去，我就无阳。我想说，我应该会无代志。有一个暗暝哦，就是我妈开门通风，我感觉寒了后。无偌久，我就感觉我脑有淡仔痛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死咯，我可能我要破病咯。第二日咯，18号下晡，我就开始发烧，我感觉脑痛的迄个星期哦，我根本无出门了，毋过是毋知啥物原因，即个有可能的是阮妈感染我的，阮妈哦。迄周末，就去阮老家摒扫，啊！伊倒来的时阵就有淡仔发烧，规身计痛，啊！搁扫到这搁无好，啊！伊毋食药，也毋吃，就说伊只是普通的感冒。伊第五日的时阵，阮爸甲伊测的抗原是阴性。啊！我老痛，前4、5天哦，我有出门一摆，毋过我踮口面的时阵，口罩计是挂好好的，一摆阁无漏落来过。倒来厝内的时阵，也先消毒，阁去洗手咯。无我其他我真个毋知，我是怎用的，好好拿咧厝内怎个会用啊？我感觉大陆一摆疫情哦。比我若咧台湾的时阵，前几个月较严重野侪。我即阵若咧台湾的时阵，我身边的同学若是阳了，因有时2、3日就好了。我今日第七日拄怎么测，阁是阳性。我好像还是有一点阳性啊，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吗？很浅。讲着讲着，有淡仔头晕倒来，说好了。
我伫网顶看一个感染的数字哦，毋知这数字是倒来啊，真的假的？泉州毋是一直计爱拼啊，才会赢嘛？我看迄数字哦，泉州市甲人拼到全国第三名，这谁能顶得住？阁有人讲啥物早晚计着用。这羊搁较好，羊是也艰苦的。你若有法人阴性，就一直阴性无好嘛。我第一日是老痛，也毋是也痛。下晡的时阵就发烧，发烧了我老就无痛，毋过我的声音变啊超级好笑。你听我的声音。抱歉，抱歉。发烧了第二日早起啦，我就无烧了。我想说，我身体怎好啊？第二日就无烧了。我想啊，太简单了。我反复一直发烧，第二日发烧，搁烧，第三日退落去了，暗暝搁烧起。不过我发烧计毋是也近个温度，差不多最近到到38.1，啊一直是37.几个较低个温度。我是第三日开始嗽了，然后超级痛。半暝3点钟，都要3点半，无法睏，袂睏嘞，鼻仔太热。搁会嗽，这是第三日早起，我的喉痛到倒咧挂。本来是说一几礼拜就好，甲大家说我的啥物症好，我这可能无法得了咯。第四日甲第五日到这两天，我是艰苦啊要死。特别是第四日的时阵哦，两摆都要熬暗暝，我两个暗暝无睏，因为暗暝的时阵要睏，就一直嗽，嗽啊根本无法通睏，嗽啊都要吐了迄种。第四的时阵起来头超级晕，啊无就是靠阮厝内的人惊着一下，我就。差点仔要乌暗面去，就是迄种目睭乌乌看袂着，啊耳仔塞嘞，袂听着迄种。咧是要乌暗面迄摆就较严重，我感觉我要乌暗面，我就紧紧倒落来。啊暗面搁一摆坐嘞时阵，感觉有淡仔要乌暗面咯，毋过一呾久马上就好了。啊，我一直想要洗身，毋过我阁毋敢洗，无洗头洗身，规日我感觉规个人计神神个，计要臭伊咯。啊，今日第七天，我无遐人念咯，我就想说我应该都要好了吧，我就洗身，超济过，我阁歹洗洗。有野侪人就是说，因感觉家好了，去洗头洗身，结果阁发烧，所以我就毋敢洗，若到今日才洗。我拄阵仔洗身了，看着说，外面只洗碗阿公阿嬷用了，我心情就毋是遐好，啊拍电话给阮阿公。了解，看觅因啥物状况，因个状况应该毋是遐严重，好地毋是遐严重，无全家人肯定计是遐担心。啊，阮厝内其他亲戚啊，阮三叔啊、二叔嘛、双啊、姑丈啊，阮阿嫂啊，计阳了。我一个情况算较轻的，
我阁感觉也艰苦。今日第七日就是感觉有淡仔头晕，也无在屁咯。前两日是在屁，根本无法通呼吸。阁有哦，养老以后，我感觉身体本来都有啥物炎症，迄搭炎症就会变啊搁较严重，搁较痛。啊，我即几日就是胸口痛，本来是即搭痛，落尾是中晕痛。喂，阿公。嗯。阿公，啊因每只说你发烧，最两日发烧。无发烧啦，感冒嗽嗽。感冒嗽哦，啊你有痛？啊，这几工嗽了，等一段就是头晕晕卡神啦，如果后日拍针就好了。这几工第五工来变嗽嗽吧，啊去拍针食药。拍针基本上好些咯。已经好了。我今日较早，你阁几个路啥？那阿妈，即要起来，即恁卡袂车无咱啦。嗯。每朝要控安那个气，阳性嘛。阿公，你有车无？啊，有啊。你有？阿妈，每朝个气控安气阳性，你听无？有。啊，你嘞，阿公？那阿妈肯定就头个认着个。吼，阿妈也无做迄道，我后日会出去买物件。每只当存一支了，阿哥讲哥哥呀，我等下哥哥会摕来，阿哥要过来。两爸爸讲叫我唔免钱，叫每只无咱哥只车肯定是我阿妈就托我担任着的。嗯。我真艰苦无。啊，你即几日艰苦有较好无？就喘啥？啊无，阿无发烧啦，阿妈也无烧，阿妈当然无。卡无咱啦，要起来袂起啦。过几日较起啊？过几日较起啊？即几日先倒嘞。是啦。好，阿妈有三滴讲咯啦，三滴讲袂食咯啦。我头壳先卡疼，阿个有七滴讲，起码拍针就好咯。了，即几日变少安尼。嗯，即两日阁有头晕无？无迄无啦。哦，无啦，阿妈也无头晕，也无发烧，你我也无烧，我四月36.6啦。啊，你动作较慢嘞，就是你若会头晕，我即阵也头晕，我可能应该好了吧。嗯嗯。过两日我搁观察者，我搁倒去。人来无歹嘞，我甲阿妈两个少着人啦，最好无敢接触。啊，我个拄好咯，也无惊了。嗯嗯，袂要紧。啊，即恁两个踮迄搭也无方便。嗯，无法啦，阿妈就不如人照顾哦。阿妈肯定是我头仔染着，我先开始无。嗯。袂要紧啦，轻微个啦，也无发烧，也无其他个艰苦。好，我阿公阿敏食呗。我都袂记嘞，即摆才要记呢。好，听你声音。那记我个阿姊啦。阿明困无少吧？好啦。好。无你去无闲哈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